看大司马的可爱发病合集，发射航天器材。哎呀，太老了，太老了。我那天看了一首，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孙红雷演的那个，这个太老了，这个太老了，真的，这个太老了。你在干什么？干就完事了。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好，哎、啊，别动，这老不要。你认识我吗 ？OK， 别动。兄弟，你动一下，打死！为什么不拿枪啊？拿枪啊！你没有枪吗？来，我把这个枪给你。我数三，一，二，三。给你机会，你没有把握住啊！捞的都不行，这个人。行，再给一次机会。我数三，一，二。金身在手，心不抖。哎，又是最捞的东西啊！这个是最捞的。我这个金嘛，就不谈了呀。游戏结束。哎，同学们，有免费的两枚硬币，掏出来搞一搞。这个把我看笑了，我那天无意中看到的。哎，这个太搞笑了。无意中看到的。那首《金身》把我搞笑了。那个鬼畜叫什么？刚才老乔说那个鬼畜叫什么来着？发病合集。哇，400多万播放量，这么高吗？1997年，这播放量这么高吗？我看一下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播放量？你看了几十遍了，为什么？这么好看吗？要看几十遍，至于吗？我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说法。哎，等一下，我把这个音乐关了啊。为什么要看几十遍？我不懂。什么东西能，什么样的视频能让你看几十遍？说实话，没有什么东西我会去看它第二遍的。真的，就一般我看一遍就不看了，看第二遍的很少很少。我学会了开汽车，上坡下坡压死了1000多，警察来抓我，我跑到女厕所，女厕所的灯没有开，一脚掉到茅屎坑和爸爸交朋友。起个手，很烦。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会看几十遍？我不懂。怎么样？起飞！哎，飞！贴到你身的时候，一个肉弹冲击。很烦、啊。炸死了！未知哎。很烦，这个雷丢的有点好。哎呀！你怎么按到 X 了？翻皮水，翻皮水的翻很烦。溜了溜了溜了，4连整。这个喷子太捞了，很烦啊，很烦。你怎么这么捞啊？这个时候在这蹲着，你蹲捞啊？玩这个游戏嘛，这个，哎。
不好意思，很烦，很烦。这个太老了，烦。啊！我卡住了，卡位。哦，出不去。咦，很烦。你锁头外挂吧。咦，很烦啊！啊，都老啊！这个能不能打死？哎呦，这么多老啊，躲得跟鬼死一样，很烦。哎呦，很烦！啊，很烦！老啊，这个人很烦。这个树太薄了，一打还就死了。哎呀，那老啊，跟他去死了。哎，很烦，很烦。他死了，我什么事都没干，他死了。老啊，嗯，怎么把他炸死了？感谢八年抠门脑残粉的飞机，他妈就不谈了呀！这个操作跟狗屎一样的呀，鬼屎枪法，请叫我鬼屎枪法。哎呀，很烦。怪不得黑夜中的人我受不了。哎，我自己播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呀，但是感觉这个被人剪出来之后并怎么说八米镜猫该感谢斗龟超关的飞机五米距离八米镜怎么说全活没子弹了我是我，我跳下来了。很烦啊。你都捞啊！能是我就能，很烦。难受啊，金轮后面有毒。耻辱下路，溜了溜了，好烦，你老啊！怪不得这么高的播放量，呵呵，但是我自己播的时候我没有感觉的呀，我没有感觉的，这可能是剪到一块了吧，啊，剪到一块了，好，开始啊，开路。